欢迎收看下午五点钟三立整点新闻，我是郭雅慧。新闻一开始，最新的消息：高端疫苗开放预约第一天，蔡总统也预约到了。总统府说呢，蔡总统将会在八月二十三号到预约的地点来进行接种。而至于副总统赖清德，原本要接种联雅，但是呢，在接天雅没有通过紧急授权，所以赖清德会将会改接种的是高端。我们刚收到最新的消息。